地方也要给我加倍兵力，知道吗？王司令，啊，小川啊，这儿没你事儿了，你可以回家了。哎哎哎，等等。肖老板啊，您这是又到司令部喝茶去了？你可真是神通广大呀，有谁能像您似的没事儿就到司令部来串门啊？他怎么会把你放出来呢？他问我要账本，不给账本不放大锤和秀才。回头我给你送一瓶化学墨水，能自动褪色，你腾一份账本给黄国良不就得了吗？真聪明，你怎么知道我爱吃螃蟹呀？给我煮六只，没问题。回头到酒楼来，我想办法把你送出去。您这是回府吗？对呀。我送您一程不就得了吗？走啊，走。萧九川被我们劫回来了，没被人发现吧？没有，事情办得非常顺利。找人严加看守。是。刘科长，提见。获悉黄大两军。
送到萧府给施善来。好。肖老板，这是老板娘特意为您准备的。 请您慢用。 你们俩谁都没看清是什么人。没有。下去吧。是。没事儿，放心，说不定是自己人呢。怎么可能？自己人敢把沙来糕给带走啊？再说了，下手也太狠了。你身子骨这么好，不使点劲儿，怎么把你敲晕啊？没事儿，要不是自己人，估计你们俩早就被害死了。也是。你好好想想，可能是什么人。 徐小刀，肯定是徐小刀。不行，我得去找他。哎，替我给善来哥带句话。啥话？跟他说龙城有危险，叫他暂时不要回来，有人要杀他。谁？黄国良。黄国良？我和善来哥还杀他呢！狗汉奸，迟早要了他的狗命。替我带这话就是，暂时不要回来。知道了。 关二爷再说，我徐小刀对天发誓，石山来撕破二鬼子，害死我兄弟，我一定亲手杀了这王八蛋，替兄弟们报仇！徐小刀，给我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！徐小刀，山来哥，给我弄哪儿去了？石山来，我也找他呢。你少装糊涂，徐小刀，你对人下手够狠的呀！ 赶紧把山来哥叫上来！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也找他呢，而且只要让我找着，我肯定亲手杀了他。徐小刀，你要敢对山来哥怎么样，我给你拼了！有话好好说，有话好好说。你这撞去，撞去！哎，你花，以前我也敬重抽石头，他是个汉子，但是现在他变了，你看看啊，现在成什么了？这死不瞑目啊！ 你说这仇我报不报？你说他们，他们都是山来哥给害死的。这，三儿，哎，方才啊，哎哎哎，少爷，把账本给我收拾一下，跟我到黄司令那儿去一趟。哦，对了，我给你交代个事儿，本少爷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话。 你把这些账本给我烧了！呸呸呸呸呸！少爷，你这话可不能乱说，你能出什么事儿？我出事还少啊？记住了没有？记住了。你胡说八道！他为什么要跑？就。
大当家是他兄弟，兄弟要跟着他去当新四军，他凭什么要逃跑？哎，这是他们死了，他们不死可以给我作证啊！他们是被二鬼子害死的，凭什么算在山来客身上？大黑跟我说了，是石山来拿枪逼着他。是，你再跟我胡说，我毙了你！胡说，大当家的，三儿说的是实话，我说的也是。 我们这些兄弟们都一河之国，何时国？啊！你不就想杀了山来哥，逼着我做你的压寨夫人吗？不是吗？我得怎么说你才信呢？哼！行，那就按照排教山的规矩，我断臂发誓，行了吧？如果石山来他不是个狗汉奸，我终身不娶，行了吧？ 我非得把信发出来，你才信啊！我好啊！山来哥不会是汉奸，绝对不是。三儿，赶紧去龙城，见着石山来，立刻跟我禀报。好嘞，来，你们俩跟我去。 殿下，有没有这笔赃物往来？是。查清楚了，我自然放人。大家抓紧时间，把炸药都搬上车。 快！把炸药搬上车！快快！盘霄山距离军火库只有60公里，徐小刀现在最缺的就是军火。通知军火库，严加戒备。是。司令部，什么？流动哨发现土匪的马队直奔了军火库。
是不是？你要一走了之，是不是？我告诉你是什么，这个任务很重要，你别给我瞎捣乱。这军火库如果不炸的话，会有更多的人死，你知道吗？我逼你知道，这种事要去也是老爷们去，你一个娘们儿算怎么回事？万一你死了怎么办？你还有更重要的任务？那你死了怎么办？谁带我们执行任务？我死了自然会有人顶替，你死了没人能顶替得了，只有你能保住肖仲川。你真是个刘木头，我刘木头，这黄无常。 哎呀，黄司令啊，你来晚了呀！你看看土匪这帮小子把军火库给炸了呀！
那将来由谁来继承这笔宝藏？我再把他的账本交给你，那今后你就是日本中日商会的副主席，日本人的得力助手。你想想，光明的前途，还有萧九川的生死，哪个对你最有吸引力？ 醒醒啊！醒醒！姐，啊！
夫人，闹得这么大的阵仗，带着全家人来我的司令部有事儿？黄国良，你做的好事，你以为你会瞒天过海吗？我干了什么呀？你当年吃里扒外，勾结日本人夺了老爷的兵权，你现在又落井下石杀了我儿，你不怕遭报应吗？夫人，你的儿子是土匪杀的，他还炸了我的军火库，我没找你们算账呢，你们倒找上门来了。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我管你是什么地方，我只知道杀人要偿命。如果你今天不给我儿子有个公道，我就死在你面前。哎呦，老夫人，我跟您说了，是土匪杀了九川兄，你找我，我有什么办法？你没办法，那我就告诉你，萧家有办法。你还我儿子！你让我用什么还啊？快走！快走！拿你的命！夫人，我劝你一句，你今天如果敢开枪，你们萧家一个人都走不出这个门。哼，我今天敢走进你这个地方，我就没想到活着回去。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，我给夫人你和先生的面子也是有限度的。娘，你什么动？娘，夫人，我冲什么动？我儿子命都没了，我还活着有什么用？擅闯军事重地，都给我绑了！是，绑了！谁敢？你们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把枪放下，枪给我，大娘。你如果是萧家的人，你就给我闭嘴！大娘，我不是说了吗？杀萧九川的是土匪，跟黄司令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把枪给我，把枪给我，大娘。给我走，走，要不然用不着黄司令动手，我萧浩峰就毙了你们。你都给我滚，滚！别拿枪指着我！什么？黄国良，胡总，把他们都给我轰出去！绑了，把他给我绑了，绑结实点。本少爷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话，你把这些账本给我烧了。大少爷，老少爷，我一个人就走了，大少爷。干什么？二少爷，二少爷干什么呢？大爷啊！二少爷，二少爷，滚！二少爷饶命啊！二少爷，二少爷饶命啊！二少爷，你干嘛呢？你干嘛呢？谁让你烧的？啊！二少爷，你这是大少爷的遗愿，二少爷。那你就敢！二少爷饶命啊！二少爷，毙了你！二少爷，你说大少爷跟了黄国良这么多年，最后落一个什么下场呀？咱们家这会儿不能给黄国良啊，要不然咱们萧家就没了，二少爷。大哥回来吧！回来吧！回来吧！深蓝哥，小刀哥，我翠花对天发誓，一定会为你们报仇雪恨。给我拿点肉，饿死我了！再回来了，小刀哥，小刀哥，你你，哎呦，你没死啊？啊，我就是天上的煞星，谁死我也死不了。给我弄点肉来，饿死我了！拿肉，拿肉！我以为你死了呢。别打了，我就知道你心疼我。
司令，南京来电有什么新的指示？军火库被炸，前方急需弹药，尚有5000多的伤员需要救治，急需药品，可其他的运输路线都被西四军封锁了，只有江阴、龙城一线还有希望。你马上着手，秘密准备库房。是。那药品的事儿交给谁？肖家的账本还在，我准备让肖和冯接手，还是采用民间预药的方式，不能出动军队。司令深谋远虑，为之敬佩。去办。是。谁啊？是二少爷来了。啊，二少爷。大奶奶，这是二少爷特意从镇江给您订的点心。啊，您歇着。还算个有良心的，不枉我活把丝瓜一起守了。嫂子，我平时跟大哥交流的少，你也知道，大哥根本不待见我。倒是嫂子跟大哥唠个枕头嗑，应该更亲近一些吧？你指的是什么呀？贺峰的意思是，大哥走之前有没有跟嫂子交代过些什么，或者老爷子有没有嘱咐大哥一些什么？您知道，嫂子，大哥一走，焦家上下都由我来打理，贺峰怕失职，所以来请教你。老爷子的嘱咐？嗯，还真有。什么呢？老爷子说，如果你大哥再去戏园子，就打断他的狗腿。没有别的了吗？没有了。哟，赵小姐，您来了。是啊，大少奶奶在吗？啊，在。二少爷也在。白露，你来了。不错，肖大队长，这肖家的一切看来你是都要继承了。白露，别人怎么说我都行，你可就别再挖苦我了。有些事是误会，再说了，作为你的未婚夫，继承了全部家产不好吗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白露，贺峰准备了点心，咱俩一块儿吃。
杀黄无良，替石大哥报仇！替石大哥报仇！替石大哥报仇！何峰，这是你们萧家的账本，上面记录了萧九川每一笔的商务往来，今后你按图索骥，一定要保证我方药品的充足供应。是。封锁了，小日本有天大的本事都飞不过太平洋，还联系南京。哪儿啊？小飞王，走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哎，我这肚子，哎，我要拉肚子。别给我耍花样啊！没有，快快拉裤兜子里了！哎呀，赶紧！哎，解，拉呀！不是，大哥，你得给我解开呀！解手吧！你不解这个手，我咋能解这个手啊？麻烦，给他解开！不要耍花样啊！不敢。